約書亞記係繼摩西五經之後，記咗一班以色列嘅人由流浪啦喺曠野四十年，從安定嘅生活到客旅，成為甚至乎最後成為戰士。約書亞接咗摩西嘅棒，帶領以色列嘅子民咧係進入神為佢哋命定嘅迦南美地。靈情日記舊約篇，逢星期一至日早上7點播出。